姚军县今早接受本台专访时提及，他会致力协助区内中小企业的经济复苏。姚军县今早接受本台专访时被问及，在担任省议员后的首要任务时，他表示将继续协助省内的经济复苏以及青少年社区服务。经济恢复是加拿大这个第一个大问题，我们希望利用我们跟省政府、跟社区的中小企业一起合作，想办法让大家撑住这个难关，因为新冠状病毒毕竟给大家带很多的难处、很多的痛苦。可是我相信我们只要一起努力，能够撑过的。另外，对于卑诗省府承诺拨款3亿元给予中小企业复苏计划，但目前只有约1200万元拨出，被问及计划会否欠缺灵活性时，他强调。 省府会将继续与社区沟通和协调，以支援省内中小企业。他跟我讲说，不要认为这个，不好意思，用 deadline 这个时间的结束点，当成一个担忧的事情。他这个钱，我们已经 earmark 为要支持我们中小企业的。如果到这点后，我们没有办法把这钱花完，没有社区还需要，一定会改变另外方法，想办法继续支持社区。城市电视陈焕报道。